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，有一个招式可以学，就是在遇到神秘老人之后，我们把八，别小看咱们八卦的每一阶都点满，就是每一个天赋，每一个八卦的天赋点到点出来，然后在张每一个任意的张中中死掉一次，然后就可以触发学习无极剑气这一招。好，我们试试看吧。好，开始了。好，出发了。太猛啦，学到无极剑气啦。好，再打一次，太帅啦。接招吧，那样疼，轻点。杀！哼，那样疼，轻点。无极剑气，无坚不摧。哇塞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是吧？哦，转换成内衣。即可阵。没闪过。帅。热疼！杀！这一刀，无极剑气，无坚不摧。哎，有机可阵。热疼！杀！没闪过，杀！怕了吧？别小看咱们。嘿，我内力耗蛮多的。杀！热疼，轻点！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哼，小试身手罢了。好，这是学习无极剑气的方法。OK，